祝福什么啦？这真的只是朋友。他好烦哦！你戏拍，你戏拍完有时间去健身房的话，会再遇到吗？刚好我都没有时间去健身房，因为我现在每天都在录音。哦，对，好要接着。听说还有在见到过他吗？没有哎。就那个绯闻出来之后再。对啊。才刚发现，然后又要投入录音工作、哦。那真的吗？那还好，我在今天晚上才遇到他，然后都中午十二点多了，没人去啊。对啊，那个没什么吧，就是健身房而已，就是什么。你说他不会闻他闻你的发香吗？没有闻我头发。没有，是新雅跟孙豪哥在健身房会遇到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可是是同啊，不同的教练哈。我没有教练，我是因为三宝在这里啊，我之前在这里啊，我是常用到凌晨去啊。哎，你都是中午去，我都晚上比较多啊。对啊，他都中午到。我都晚上。